明明就写的是 Yaki。 你们是不是觉得 Yaki 很丑？你们是不是讨厌他？没有，我觉得很可爱。你 Yaki 放那个位置上好像肥宅哎、欸，肥宅可爱好不好？那是肥宅。上面真的超可爱的，我超喜欢这只，我揍死你！我跟你讲，我揍死你！我都做好了没啊？都做好了没啊？可以调颜色吗？做好可以啊，阿静在等你回来哦。等一下啦，我用信用卡，我要办书哦。还是我直接买来送你。好了，你买来送他了，买来好友要先加你好友。等一下，我在打了，我要打账单，真的够烦啊。好，我是用那个什么，那个叫什么什么是 PayPal 啦。PayPal， 对对对对对对对。等一下怎么合在一起啊？忘记了。按 G 会组合 ，R 会洗牌。啊，不是专业。啊，洗牌。你好凶啊！你怎么可以那么凶？我要发牌了。等一下，我按住你。等一下，你什么怪 ？Deal， 我哥，这是我的手，给你吸烟。一群新手，我只搓那个手背，好不好？我只搓手背。等一下，那我要先离席了。等等，我们要玩，是不是应该要赌个什么东西，比较不会让你觉得吗？动不动就 all in？ 我劝你啦，真的不要这样子直接拉出筹码。那我要直接离开牌桌了。那你们说我不要讲，快点，你们先讲说要赌个什么，然后你们自己决定，就不是我讲的，我就不会输了。行吗？等一下，我先发钱了，好不好？一人发多少？我们打一百两百好了啦，一百两百一万就够了，一万就够了，直接好。快想一万都两百，玩到一万哦，两百 B， 一百 B 是这个游戏这么下趴的，下趴哦。好，就一百两百了哈，那一万就好，一百 BB 的发钱了。发几张啊？忘记了，五张啊？发两张，两张，发五张也太可了，我忘记了哦。好了，先发完啦，然后梅花三开始。要干嘛？要干嘛？这张要先烧掉，这张要烧掉。为什么要烧掉？它有烧牌，就是每一手的第一张都要先烧掉。为什么？对对对，然后啊，对对对对，然后下一张的时候，你要第下一张的时候，就是你要再烧一张，再放一张这样。为什么要这样？没有啦，烧牌怕有人算牌，怕有人算牌。对，算牌，你不用担心那个，你就那只是防止算牌。来来来，那小忙大忙谁？小忙我吗？我没有钱哎，为什么？哎，钱在这里啊，看错人了。大忙是叶子。阿青会玩，我到底你到底对我有多？我就说我会玩了，你们都没有人要相信。所以现在怎样？所以现在怎样？要现在是到叶子，要到叶子。check 走下面吗？阿青，阿青没有，阿青没有，阿青是没有，他大忙才可以加而已。OK， 好，你可以翻三张牌了。修个颜色。你的名字叫什么？卡米考，他不是有那个圈圈可以选？有圈圈可以选。还有叶子啦，还有叶子，你叶子弃了，叶子弃了。哦，对我弃啊，对啊，弃。雪兔进来了，阿青也进来。八千，换我吗？ Hey， 对 ，Jack， 五百。哎呦 ，OK 哦，自己拿钱，会用就自己拿。有，他的牌可以框起来。我没有，对对对，框起来一次拿。再来是换那个阿千一百，阿神两百。嘿咻，好，我说话跟控。就是阿金会玩吗？阿金会玩吗？你要怎么不跟？你就是不跟你就弃牌 ，F 丢掉就 F 就是 F 就是盖牌，先按一下 F， 两张都 F， 框起来就先盖起来这样。对对对，然后之后框起来拖出去。你想要漏牌也是可以了，但是正常来说弃牌的人不会要全部出。对，弃牌不会有人秀牌。好，对，弃牌是不能秀。换叶子也弃，阿千呢？call OK 好，来收钱，收钱我们都收在这边好不好？对，我自己丢，我自己丢，我自己丢。那我弃牌，我还是会跟住，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弃牌你不会跟住。叶子弃了，是不是？叶子弃了。对，我弃了。是这一根，这根马才算是吗？还是？马是小盲，那根是大盲。所以我应该是 button， 所以我应该最后说话。哦，对。小盲先讲话，对。两百，好，弃牌。你自己拿钱，自己拿钱啊！我刚刚很想说哪一个才是那一个那个东西，然后出现两个，我刚看不懂。谢谢，放着叫，放着叫。什么少量？你可以一次拿一堆啊！框起来，框起来，很像，它可以这样框起来，拉起来，把它拉起来。哦，懂了。然后按 G， 它会自动整理。哦，谢谢。不会，五百啊，好像玩的有点慢哦。阿静先说话，这毕竟是因为桌游模拟器像仿真的。哎，不能先弃哦，那是乐手，那个叶子。对对对，你要等前面的人。先记得要丢外面，先记得要丢外面。大家会判断前面的人丢的钱多寡。而且如果要跟的话，丢两百。跟，因为我现在在两百，我们现在是两百，你要丢两百。对，好。啊，丢出去就不能收进来。对，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等下记得就好了。可以收进来。哦，牌啦，牌，他已经弃了，牌没办法动，我们牌没办法动。好，换阿千。
换我、喔。对。我们来加快一下游戏速度好了。那不要漏牌了。五百。不可以把牌漏出来，会算。五百、嗯。扣。扣五百。要把牌拿出来，就要先 F 八。Four。Four。所以现在是五百哦，你们要跟的话，就要加注到500。加到五百。对。阿金要弃吗？哇哇哇！你的钱，哇哇哇！送钱了，这一叠钱。好，那就是我们两家而已。OK， 收钱收钱收钱。是谁很忙？我把钱给分给大家。可以翻的，没关系，大家都可以帮忙。对，我来。我说话嘛，对我先说话。对你先。六百。没玩垃圾多少？六百。好，我觉得他在分你六百。我分你六百。他乱讲，还要讲六百？他六百很大，他就丢一圈了。Check。他喜欢等人自杀啦！没有打牌，不要影响牌局。对不起。没有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你在真的打牌的时候遇到这个，我会被这样警告，超好笑。好 ，check， 拜拜，两千。哎呦，有人要买出吗？不。我秀一张给你看，我有 Q 啦，可是我知道你应该是有 A， 所以你才会这样答。我秀一张啦，我有 K。哦，好险，我放牌。你不怕有顺子啊？我知道你没有开顺面欸我知道你没有，我知道你没有。沒有他就一句，这就是帅气的发言。那个阿靖，你现在拿到那个大蟒，就是拿到这个皇冠，你要一开始一定要丢两百。你拿到这只小芝麻，就一定要丢一百。OK， 好。所以先换我拿到这个、啊。对，换雪兔。没有，你不用动。按什么整理 G 吗 ？G。在 G 框起来按雪兔，雪兔不要就拉出来。哦、雪兔，你在绿牌哦，雪兔，你可以右键它按那个 split。雪兔，你现在是想用我的打牌的那个方法来打就对了。疯啦，没有赢面，你当我的白痴哦，用没有赢面就去送钱呐、啊！妈的，满手能量还想打牌？那两百吗？现在那个小胖他们，阿金要加钱，你要加注吗？还是就两百？哦，你要加，你要加哦。700，700，700。你相信阿靖吗？看起来阿靖是，没有，我们要打，扣进来看看。OK， 好，来跟你们大家说一下，就是现在盲注很便宜啊，所以200块就可以看三张牌是很赚的、啊，我们钱很多，真的真的，对对对对。啊，阿靖会玩，他知道看200，这根本就没有在 race， 没有在三 bet 啊。我说 check 讲那么多，会玩阿靖 check 了，不用就不用跟，你也可以，你可以跟什么跟什么。阿靖，你也可以 check， 你 check 的话就是看下一张牌啊，你也可以出。阿靖冷静，好 ，four， 给你了，都没东西要跑了。不是我牌跟大便一样，谢喽。没有啊，不错啊，有卡顺啊。这个是你的钱，你按住左键，按住左键就可以整叠拿起来。好来，那你要给100，一定要给100。小芝麻是先给100，好换大小芒。有没有适合？那我可以弃啊。弃牌哦，可以，等一下，然后他可以放个音乐。弃牌，大家可以帮我丢下面这一叠吗？帮我一起都不能丢下面这一叠，我就不用抓了。到我了吗？好，再到你了。好，200。我现在帮你坐下来，我怕坐下来会拔到我的牌。500。500，你 race 500。最少阿靖就是看到500。打一个三 bet， 所以雪兔扣500。500，叶子弃了。好，再加300上来，500。OK， 好，来各位收钱，大家收钱的时候记得自己帮我把钱移到这个就正下方这个地方。说话的人是叶子吗？小盲柱先说话。小盲柱说话嘛，那就是阿靖说话，就是你要 check， 就是先不用出钱，然后先看一下后面发生什么事，或者是你要出一个价这样。要 all in 啊。睡着了当你一想一下的时候，大家就会看你眼神，就知道你想100，不能一开始不能最少要200，因为我们打100-200的，所以是1-200，最多可以无限200-1000，然后不能300哦，因为我们是一嘛，所以不能丢1.5，除非是1000。阿靖1000，你的牌这么好，你的牌这么好，是不是在买？不丢出来就不能拿回去了，对，丢出来就不能拿回去了。在胡乱，你可以找钱，你可以找钱，你可以找到钱而已。对对对，可以找。你要干嘛？雪兔，你确定？雪兔，你确定？OK。你是在买花是吧？是。这哪有什么花 ？Four， 我没有花，两张没花。收钱。还两张？哇！现在拍卖收到里面做三条了。收钱换阿靖说话。拿不起来。阿神这张要你帮忙拿，他把你丢到那个。阿靖说话，你这手还可以。哦，你500，这时候你也可以弃牌或者是做什么动作？
你不一定要，你可以 check 就是先看后面怎么做。雪兔，你确定？雪兔弃牌了，你那一千不就白丢了？跟闹钟，他买一张啦，买一张。赌希望啊，赌两千，哇，瑞斯两千，他打他的鱼，他瑞斯打鱼假鱼 ，OK， 好，谢谢谢谢各位。哇塞哇塞，要不要秀哥哥秀哥看给大家？不秀啊，秀什么秀啊？给你们看我的牌干嘛啊？不拉不拉不拉，后牌啊，很爽，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哈。等一下等一下，被操作成功了。好，秀，来等一下哦。叶子，一定加把高一起牌。哦哦哦，这副我不打高，我就不叫小光。200，有人已经先跟好牌了。哎、欸，记得丢的时候丢，帮我丢好，因为你丢出去之后就不能够再移动了。对，丢出去就不能够移动，所以一开始瞄准准一点。好，接下来那个阿谦，阿谦，谁可以播个歌啊？200，天空猫帮我们播个歌好吗？啊，我找找。这有200，这里面可以播歌？外面了 ，DC。1100。哦哦哦哦哦！哎呀呀呀呀呀！雪兔1100，他赢气了，所以现在是雪兔。雪兔1100，加1000就好了啦。哎，气什么牌？他现在只是在吓人啦。他现在手上，我不想要给你。他不是拿对子，我对子。哎，换我的吗？看你有牌 ，OK， 抱歉，换你。我没有，我要丢掉，我想说等等换我再丢。好，可以到你了。来，这是我们两个人啊。没有，我还在，我还在。抱歉，还有3+3+。目前3+，要扣1000吗？打个赔率，1+扣了，2+扣了，2倍、3倍、4倍，3+扣进来一起买。收钱收钱收钱，大家外面有钱要自己放哦，雪兔要自己放。哦，这奖池大哦，至少有。来来来来来。哇！阿坚说话。哇！都大招都大招都。阿坚先，2000。哇！还有还有还有，瑞直到2000是不是？我不玩了，再见。等一下，让我赌一下啊！哎哎哎，你还没气啊？我还没气，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啊。他想用赌钞啊！我本想买个梦想，算了。买啊！我怎么不买？就是扑克就是让你买梦想的，买梦想就这样买下去啦。人生没梦想啦，收钱收钱收钱，都给他都给他。阿谦说话，哇，持续下注，2000，2000，2000。别装了。嗯。小光别收钱哦。谁有 K？ 谁有一张 K？ 阿谦，阿谦没有了。我在想要丢500还是要丢？这时候还在想，就是应该是还是真的在钓鱼。2000，还继续玩下去。小光 ，all in，all in吓人。看到他的总数是多少吗？可以啊，框起来，然后花出去上去，他告诉你多少。哦，快点呐，小光。回家喽！一定没有 AK。哎呀，我差一张死啦！想买钻啊？还想买钻给阿谦？要买那么多，我疯了是不是？你八倍而已。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这是荷官失误吧？要罚钱吧？哎，不要，拜托不休息。你这是荷官失误了吧？你先不要收钱，你先给我收牌，好不好？我已经收了，没有，你帮你收。哇，厉害啊，厉害啊，厉害！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人家会玩的，好不好，小光？刚本来 all in， 快快快快快快快啊，各位！阿呸，你会赢吗？你不会赢啊？哦，那对啊，那也还好啦。来来来来来来，100200，阿且你再丢200。